想將個甜感更加突顯咧，我哋點做呢？咁而家首先我張青，咁今日教大家呢個一分鐘進階三段浸泡法啦，用呢個全新陶作坊 U360 嘅濾杯咧，將我哋嘅進階浸泡法啦，粗一度比起你平時磨有一半嘅，只要夠20 g 咖啡豆啦。嘅口訣好簡單嘅啫，60、100、100，咁咧投嗰60 g 水咧就會然之後你換蒸啦，翻用你平時粉量嘅3倍，粗一度咧即係比平時磨有咗好多。住我哋投嗰60 g 水先啦，咁我開頭咧就用呢個88度水温，投嗰兩段咧其實我哋都係半浸泡半過濾嘅形式咧去做。下一段水啦，咁就係100 g 水，盡量喺15秒之內倒完啦，就浸佢15秒，跟住放水，咁就15秒倒完，咁係100 g 水，浸埋佢剩低嗰15秒，熬翻1分45秒，咁啊放水。流完熬翻就係2分30秒左右。好，咁我哋試一試味啦，啱。哦。咁今次沖台灣阿里山嘅藝技啦，而 under 我呢個嘅進階浸泡法，嘅甜感係高咗好多，係因為分三段到我哋個水流對於咖啡嘅擾動咧，其實少咗嘅，係 keep 住倒水落去啦，等佢停一停再倒水。咁第二方面咧 ，U360 嘅濾杯啦，咁佢係一個蛋糕杯嚟嘅，咁佢粉塵咧比較直身啦，佢避免咗我哋平時 V60 switch 沖比較慢流速啊，可能會塞嗰個問題，而且我哋磨油咧係到成個粉機集中咗啦，相對嚟講沖出嚟咖啡係會甜。我哋下條片，拜拜。